生物二，第一页，字词，一，植物，二，动物，三。第二页，第三页，植物有根、茎和叶子。第四页，植物有根，根会吸收水和养分。第五页。植物有叶子，绿色的叶子会造食物。第六页，动物也需要水、空气和食物。快乐儿童华语第六课：我爱我的家。第一页，认读字词：一。